以学动画海绵宝宝的声音。啊！章鱼哥，我们去抓水母好不好？章鱼哥，章鱼哥，章鱼哥哈！章鱼哥，你准备好抓水母了？海绵宝宝，我准备好抓水母了。白大星，你准备好抓水母了？对，海绵宝宝。那章鱼哥，你现在准备好抓水母了？章鱼哥，不，我没有准备好，我永远也不准备不好。啊，那章鱼哥，你快点准备啊！哈！我会模仿 Siri。今天星期几？我也不是太清楚。我在参加，这就是原创小绝技啊！我舌头可以卷起来算吗？一二三，我的眉毛会动算吗？然后我的手可以，就是只弯这一个指尖，然后所有手指都可以，九阴白骨爪。我的手，这手可以，这算吗？这样。就是它有一个交替，就是我平常很无聊的时候会这样。我可以劈叉，